哪塞了个雷塞你脚下？银龙，银龙有点惨，银龙。你们打的那个人，炮啊！好像乙的，说是。停了，小木房。木房两个。出来，小木房有一个。然后长电房跑了一个，很像。长电房。进去了。长电房里面。 长电房里面，你们右边那个右边那里还没过点，还在你们丢伞那个方向，没过点的，没过又没过我这边来的，还没过，确定的，确定没过，还没过，确定没过，我确定。老弟狗，老弟狗，没了，大巴车，小马，哎，不是一队的，打起来了，我操你妈，你没事就滚，有事就说，不是明天休息不啊？不行。 倒两，倒两，倒两！长点房有一个，别让我失望。没事就滚，有事你他妈会发微信的，赶紧滚啊！没了。我没事。就知道你个傻逼没事。不是还有一队吗？咋了？我就没事，我就没事。哎，被他。这么闲啊！ 这个人，我明天休息啊，我闲啊。补的，啊补的。那他队友在那个，下楼救一下，下楼救一下。隔壁有一个，弄死你们！隔壁倒了，隔壁倒了。来了来了。江武宇，打。 过去了，残血。哎，我操，他妈远点好烦、啊。我操，三标一鸣将，帮我看一下。臭老六，东南海兵有啊？他们在湖。